在这个天气来到大埔的话，是，应该是今天会很顺利，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好。而且你知道大埔最有名的是什么吗？你不晓得？是 7-Eleven， 大家就会在那边集结。 这边聊天很热闹。你是说，因为他说是全大埔仅此一家，对，赫赫有名，绝无分店。对，哦，这个算是大埔的特色。没错。那大埔还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吗？大埔，哎，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啦，应该就是在旁边的这个曾文水库了。没错，因为这个水库的风光非常大啊，你看，然后我们刚走过来的那种桥，对，这个地方，哎，这真正看过去真的漂亮，是不是？同心桥。对啊，然后山岚早上起来。 我整个是心旷神怡，整个人都很有朝气。那请问一下，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探索大埔之美呢？好，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呢，我们当然要邀请一位达人来带领你们。是谁？我们欢迎乡长。哎，乡长，你好，乡长好，你好，怎么称呼呢，乡长？ 我姓吴乡长，吴乡长，我这边写的蛮清楚的，赫赫有名。对，我们是一点兄弟。啊，请问今晚住谁家？今天来到了大埔，是，就由您来带领我们去探索大埔之美，可以吗？没有问题。但是首先我先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哦，会考试哦。这个旁边就是曾文水库。是的，对。那它是在台南市还是在嘉义县？ 这个问题，曾文水库好像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在？ 台南没有，台南的那个是乌山头啊，乌山头应该是介于嘉义跟台南中间，都很近，都有横跨到边，对不对？横跨，横跨。我这样说好了，是。其实台湾最大的水库就是这一个曾文水库，整个蓄水范围其实都是在大埔乡的境内啊，所以说曾文水库是在它的整个蓄水范都是在嘉义县里面。对对，那我们大埔乡它是位于在我们嘉义县的东南边。 嗯，东南，对。那我们的北边呢，我们有连接到我们，这个我们嘉义县的中埔乡跟番路乡，好，然后在我们的东边呢，我们也有连接到我们的阿里山。哦，对对，所以曾文水库的上游，它其实就是阿里山流域的一个，对，汇整的一个地方，全部都在大埔。是，然后还有衔接到我们高雄的这个纳马夏，嗯。 所以上面它有阿里山的邹族文化跟我们纳马夏的布农族哦，对，两种文化，所以它汇流整还有跟我们汉族文化在汇整，是，所以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结合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说我们大埔乡我们邻接的就是除了嘉义县以外，基本上我们还有台南市跟高雄市，基本上我们曾文水库是台湾最大的，嗯，所以它又有。 山水的结合，又有邹族文化，又有布农族文化跟汉族文化的结合。哦，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的特产，我们不是只有山产，那我们也有渔产。什么都有啊？对，曾文水库里面的鱼绝对是有的。是，我们看到那个码头在那边，那边有个什么情人码头。情人码头，情人码头。我们这个都没有路，直接可以过去。对啊，你看这个我们应该要有阶梯直接走上来，不可能叫我们直接跨过去。对，这样跨过去危险。好，这个我就给你们解答一下，因为满水位的时候。 它这个都是会淹没在水面下的啊，这个像水泥路，这个都会淹没在水面下。水会到哪边？水到这个码头的步道的都会淹过去啊，都淹过去。对，所以你看都还有土的痕迹。哦，哇，那上次满水位是什么时候啊？如果说不要台风，还是梅雨下的太大的话，一般它就是会在。 大概10月份左右，9月份、10月份会是满水的阶段。为什么没有开动？就是怕说人家会走下去，哦，这保护大家了。对，在旁边看就好。只要它还没有满水，我们再过去。所以满水的时候，你是走在水的旁边。 哦，其实这个景象也是非常难得。我刚刚听到那个乡长哦，随随便便就。 讲一下，就是对于这个附近的地理非常的了解，那就请乡长一起带领我们吧。好，没问题，这边请，这边请，走。这一条就是我们最热闹的一个街道哈，它主要是贯穿从上面是老街，然后到。 中间的 7-Eleven， 然后后续的美食街，然后到后面的这个湖滨公园的游憩的用地，所以它是我们大埔乡很重要的一个轴线哈，最主要的干道了。对对对，那所以这边老街房子很多哎，对，很多。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就是在这个区，集中在这个区。所以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对，我以前住在后面左后方这边。哇，那真的这个地方也很久了。是。那乡长，那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雨鞋是等一下会下雨，是准备要玩水吗？对啊，准备吸水。我要带你们去拜我们大埔乡唯一的有机栽培的木瓜哦，有机栽培哦，对，这个木瓜达人，木瓜达人出现啊！对，所以这个木瓜达人在大埔乡也是赫赫有名的。对，他是唯一我们大埔乡一个做有机的一个木瓜的一个栽培。我觉得这次我们大埔就是赫赫有名，赫赫有名，以这个为主题，都是在地有名的，都是有名的，好吧？我们去一探究竟，好，好不好？好的，吴乡长这边请，请。 往事，这是往事的木瓜。对啊，对你等一下看它，因为它是有机栽培，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长哈，你等一下进去不要去吓到了。好，不要吓到。来，是学长，哎，学长，哦，对啊，学长你好啊，乡长的学长，乡长的学长，那一定是赫赫有名的木瓜达人，木瓜达人是吧？大哥怎么称呼？哎，我叫孟威。 孟威，一般我称你学长就好了，也可以，也可以，我们又不是他学弟，亲切嘛，就是半家更关系。是学长好，哎，那学长欢迎你们，欢迎你彩妆了。我今天带了2个过来的笑脸呢，今天啊，会来打工，型男帅哥来打工，对，我们2个是型男帅哥要来打工。啊，等一下这个是很耐操的，体格好，尽量用，好不好？看这个，我们刚刚没有聊到这段，我们这样讲，尽量用，我们突然在这边就讲，很耐操的，对，没问题，可以。 感谢乡长，那这边就交给我们，那我知道太好了，尽量用，好不好？我知道你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麻烦你帮我们瞧一下，再给我们能够打工的好吗？没问题。乡长，您先吧，谢谢，谢谢。那这边谢谢乡长，尽量给他们用的好。OK。乡长意思，那尽量用好用满。你们2个来打工，我也在忙。那来，我们来里面看。好，去里面看。好的。那学长，那为什么你们这里面的这个？ 木瓜树是不是怎么都这样歪歪倒？都像台风经过的感觉。说来话长啊，那您长话短说吧。是，对。这刚经过2次台风，也经过2次矮化。对啊，然后你看它第一次往这边长，第2次又往这边长。对，为什么让它2次矮化？太高了。那你要怎么矮化它？一直压它，一直做它。一颗矮化的话，起码2个人要30分钟。你就2个人去凹它哦。 哇，是用凹出来的，整个弯弓。对，你看这边有割痕。对，啊，这个到我们人一般高的时候，是叫做第一次矮化。对，但是它长过来的时候，往这个方向，对，它还是会再长高，它有向阳性。对，它是会长高，长高到2米高的时候，你还是要矮化。所以这边又割一痕。对，哦，这边割一痕，它就会转过来。哦，所以矮化就是割它，对，它就会。 往那边长，对，那就不会长那么高。你要割它，然后稍微用绳子把它拉下来。哦，如果你不割这一刀，它就一直往上冲。哦，那就会太高。然后割它一刀，也是有那刺激它生长的那个哦着果率。哦，是。原来是这样。因为人如果受伤的时候，比如我们喝一些补的汤，对，它会自己它的免疫力。 是不是？是理解力太好了，他的血小板会出来。对，带这2个太棒了。是，谢谢帅哥来帮您打工。我们现在就要去拔最高的那一颗，因为它也没办法矮化。对，它太高了，就要用这把镰刀把它砍掉。那颗最高的那颗哈。好，来，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哎，这个是杀菌用。好，杀菌用的。好，一般伤口把它割掉，得用杀菌。来，我们往里面走。OK， 往里面走。 哇，这个当初是来不及矮化的是吗？第一次矮化的时候，它绳子断掉了，这边矮的是不是？对，这应该有4米吧？这不止了哦，所以太高。我们现在简单，从这边砍下去。那个我们现在是要矮化它，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矮化它。OK， 了解。然后帮它做一下杀菌，包装好，让它再发芽。哦，好的。那现在要干什么呢？割它。对，就割它。那怎么割？ 然后呢，沿着我的刀痕就砍嘛。锤过来这边砍，等一下要推那边哎，用力。哎，波鞋用砍的。对。哎，大哥，等一下他会倒下来吗？会倒你那边哦，你赶快过来哦。砍爆。啊，我看看那无做木瓜粿，给你补一个，你知哦。这师兄他说，哎，一哥，这要砍准。一哥，你是没有吃面是不是？不是，要砍准，你知道吗？要砍，那这要砍到什么阶段呢？整只砍断。对，砍断哦。要砍断，很难吧？很难吧？来另外一边，啊，另外一边，啊，另外一边我来。对，第一刀给你。好。哦，这个很难的。这一直把它砍断很不容易哦。就另外一边这样。 我们不能用锯的，对，用锯的它会震动，对，震动之后它底下组织会改变，是。再来未来6个月它就不会再开花长枝，哦，这是植物特性。哎，小心那边，小心哦，哎。是，不管你是哪一种植物都一样。最后一刀，那是不是我来吧？好，来来来，好啊，要让学长帅一发，是不是？哇哟，哇哇哇，要打哦。 哇哇！哎，最后一刀就是最后一刀，好准哦！对啊，你怎么知道是最后一刀了？长久以来的经验，好猛！真的，一刀就毙命了。我现在把它修平。哇塞！哦，这个就会继续长。那些这样子就浪费掉了。那一些等一下可以煮青木瓜啊，或者是是哦，凉拌青木瓜丝，或者是喂养我们这边的。 特有的山猪哦，山猪也吃木瓜，这个算是它的第2次矮化。对，第2次，我们要把它修平。那这样子要长到像刚刚那样那么高的话，大概是要多久？木瓜长很快，1年。哦哦，很快哦，那长得算快的啊。不是，那这样砍完之后，它长就会歪歪的，它是这个意思吗？对，它一定是要拉，它不是在旁边哦，有一根木棍，然后那个有线的，不要让它往下长，往上长。 就指引它长的方向，这样自己就有点像我们修那个松柏，对，帮它绑，对，修树，对，雕它的形，只是这个更错，就是雕形，对，好，帮它消毒液，这消毒液的成分是什么？它是枯草杆菌，哦，是，它是抑制里面会长细菌，然后也防止虫类去咬。好，我们要用野长土把它覆盖，我们来就好了，我们来盖下去啊。 磨平就可以了，对，这样子。它中间有空洞，要把它填满吗？对，好，填满空洞。聪明，稍微铺满，然后再喷个枯草杆菌就可以。好，枯草杆菌尽量不要接触皮肤，哎呦，它会痒。所以我们全身都包起来了，全副武装。对，我们对，没错啊，全副武装。但是如果你遇到下雨天， 要把它包报纸，防止雨冲刷。哎，今天好像天气很好，所以来做这个动作。那继续下一个动作，下一个采果了吗？采果了，因为找哪一个？妈妈要做木瓜粿。哦，木瓜粿没有听过哎，没有听过，显然是赫赫有名的木瓜粿咯。当然啦。好 ，OK， 赫赫有名。好，那我们没有商家没有，只有自家才有，我没有吃过，大埔才有。对，等一下这边要麻烦你们帮我抬到拿到车上。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啊，现在抬啊。那我们现在就抬了。好，我们把这个青木瓜采收，是吧？我闻到一个香味，是那个汁液的味道。香味啊，是木瓜汁的香味。木瓜汁蛮香的。嗯。 是这个白白的吗？这个对，这个什么颜色比较深一点？这个是变形果。变形果，对，一般市场上它就不收这个哦，然后就只有喂鸡啊、喂猪哦，因为这边是有机栽种，所以栽种了，尤其有些青木瓜你要栽的话，也是不同的用途。成熟的做出来的粿才会有果香，是不会有那一种青木瓜的青涩腥味。这样是大概几分熟？这样已经9分熟了，哦，已经就是近乎全熟了，也可以直接食用了。哇，那这个拿来做木瓜粿应该是很优哦。嗯，是木瓜粿，大埔人基本上都会做，对，就是老一辈的，古时候农业社会的时候，哦，桂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对，因为我没有听过木瓜桂啊，什么桂常听到。木瓜有时候会栽种在我们家隔壁，嗯，就在前院啊、后院都会有，处处可见，处处可见啦。是一种古早味美食。古早味。那否则你看我们在台北都市很没有吃过，完全没有听过，没吃过的，也不晓得要怎么吃。对对对，我现在教你们怎么采。好好，木瓜抓底部，哎，然后往上推。对。哎呀，你要听到啪啪的声音。 这么好踩 ，OK 了，啊，不用剪哦，不用。所以刚刚会矮化的原因是因为我手抽不到了，哦，所以才要矮化它，对，所以你比较好采收，重新发展。好好好，那我们就我们来采，来，我们就交给你们了。好好好，各自采，来，哎，这个可以吧？最少也要这样。来，顶天试一下，头在哪边的往哪边推，头在这里，往上顶，往上顶，哎，阿尼，咔咔，哎呀，咔咔，是不是？快速。 这个可以吗？你的可以，好，我这个没有到，这个有点轻呢。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大哥说了算，好，这个也可以哦。是达人认证，这个要可以转一下，对，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稍微转一下，往上推，对，往上推。对，没事没事，不要怕，没事没事。大师兄在，哎，大师兄，我怕他整只垮下来。不会啦。 哎，可以，那边可以，那边我们分开，好好好，这个可以哈。哎，有了，这个可以哈。哎呀，这 OK， 这 OK， 这有的，一下子就满了，而且学长你这边的那个木瓜都蛮大蛮粗的哈。对啊，那个品种问题，之前说台农2号嘛。 像高一点的话，您都怎么采？能这样喽。哦，这样子。能这样喽。而且，哦，你本身有打过棒球，是外野手吗？哎呦，那个接球功力非常好哦。训练1年多了。对啊。这个，哇，这个很棒。这个颜色很棒。 OK， 哎，大师兄，怎么样？哎，你怎么拿兵器在采这个木瓜？大师兄，那个学长也说这个是高一点的，有没有？嗯，就是用这种有分叉的。哦，我想说，把它往上推。我想说，学长刚刚不是用手就好了？可刚学长漏了一手，他只要往上推的时候啊，全部都掉下来。不会哦，要看要接好，你要我接。哦，大师兄。 209，这够不够红？你觉得？对啦，来家啦！啊，哪一颗？来家行啦！啊，哦，在这边接，来这边接，不能让他受伤啊。可是他这个推的角度也要知道。好了，开始啊！啊，209，我接到了，接得好，我卡住了啊！学长，他卡住了，没关系啊，再接上去就好，接上去就好，没事。 哦，漂亮！啊，这个蛮好用的啊，大师兄，这边有变形的木瓜。对，好，这个变形的我们把它弄掉。那这个非常好用。哎呦，然后我们在这边都闻到很浓厚的这个木瓜香。对啊，变形果。哇，这我来试试看好了，大师兄。好，你要找到头啊，就是它的那个连接的地方，有没有 ？Yes， 可以，我吐掉了。 好。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out,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Just sing along, break into song, sing oopie doopie doo. And if the air is silent and the song is overdue, don't think twice, take my advice. 报告学长，哎，学长好。这个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熬汤了，是不是？是，因为木瓜采回来，刚刚妈妈已经把它打浆。 放到里面煮滚了，大概煮了1个多小时了，哦，煮烂了。好，这个是米浆，这个是米浆，米浆啊，这个是什么米啊？再来米，一定要再来米，不用糯米或蓬莱米不好。不行，贵一定是再来，贵一定是再来米。哦，好好，而且最好是放1年的。那为什么贵一定是再来米呢？它有原因吗？再来米呢比较蓬松，比较不会有粘稠。哦，所以比较适合做，没有粘性。我们先拌，对。因为里面会沉淀。是是是，要把里面你来，你用手你自己有点阻力，你用就知道了。哦，哎，真的。 有对，是不是要拌松？那顺顺的，对。你觉得顺的时候再跟我说。好，拌到顺，那很顺啊。那学长，那我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我这个时间点呢，我要做什么呢？我先示范。好，我们把它摇起来。哎呦喂，来赶快拌。好，要一边拌，是这样。你要小心你的手。好，要赶快拌。阿莲来，赶快帮阿姨处理一下。哦，小心啊，我一次不要用太多啊，一点点就好了。来了。 对，要慢慢倒。小心哦，慢慢倒。哦，木瓜好香啊！好香哦。因为木瓜本身有甜味，还要再加糖吗？会再加一点是吧？要加一点点那个调味料。哦，还有其他的。还一起卖。我们把肉燥加进去。肉燥。华丽嘞，全部吗？对。我们看一下肉燥里面有绞肉啊，香菇。让阿姨先把肉燥倒下去。好，来调味料。 这个是胡椒粉、全下、味精、盐、糖，要加到9分嘛，没问题。小心。对，这个是哦，可以可甜可咸，的。要加那里啦，那加到这里，好，行。那就是都有比例的啦。6斤米哦，6斤米要加6斤水，妈妈的比例，黄金比例。对。 OK， 我闻不到木瓜的味道，我都是闻到肉燥的香味。嗯，为什么要一定要是滚的？滚一袋子，稍微带一些，才会把这个冲熟啊，淀粉才会浓稠啊。哦，因为我想说，等下还要放到蒸笼拿去蒸嘛。就是你不够浓稠，那个肉燥会沉淀。嗯，哦，它会在蒸的过程，肉燥全部都在下面，对，它不会就卡在那个，浮在中间，慢慢变浓稠，很费工哎。 所以搅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倒到蒸笼里面。要倒到蒸笼里面。哇，这样可不可以？你请学长检查一下浓度、稠度。勉强哎，勉强而已哦。还要再，要到很浓稠这样。对呀。来，那再来一下，我再来。现在不会了，等一下放下去来搅一搅。多少看一下，没事，没有关系嘛。Sorry， 太含慢了，拍谁？我们不会做红金喜章，那个不要多，他拜求。来，2个一起合作。一点。来，我们把它倒下去。好，小心哦，底部要抬高一点。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就雾奶啊，蛮稠的。其实也有点像木瓜牛奶。现在的颜色，但是因为它多了一个肉燥的味道。啊 ，yes。肉燥木瓜牛奶，咸的木瓜牛奶。 那你们久等，哟，哎，对，不错哟，好不好？给学长一个新的灵感，新的案例了，好不好？这也是柴火，是，这都用龙眼木，自制的，是不是？一般哈，制作木瓜桂。 最好吃的是用龙眼木，用荔枝木。哦，木材烧起来，它是属于软火。哦，对。软火烧制作起来的，吃起来比较 Q 弹。嗯，不会硬。对，没错。那要蒸多久啊？盖上去之后，最快4个半小时到5小时。哇，这么久？因为它要到我们中间有膨胀上来。嗯。 它才算是熟哦，美食值得你期待啊，值得你等待。没错，真的，大埔阿嬤的对私房木瓜粿，哎，值得你的等待。OK， 大埔阿嬤，掌声给大埔阿嬤鼓励。经过4、5小时，粿终于好，我们现在要把它开切片。哎呦，软 Q 的啦，哎呦能 Q 呢，这样能 Q 呢。对。谁要来开？您先开一下，是这样吗？压力。我们开粿，中间要从这边，对中间。哎，蛮好切的。哦。可是你要往回拉的时候，它会有阻力哦。要处理。啊。面积越大，阻力越大。是。又要往下压，又要往后拉。 对，又要往下压，又要往后拉。一刀，哎呦，你看，哇，漂亮哦，短腰嘞，短的，哇，而且它不会裂开，对，真的，哦，再来，就交给你们了，一人一边吧。好的，一人一边了，好吧？好，不要怕，注意，对，往后拉，蹲好你的马步嘛。不是啊，我整个会移动。好，来，我帮你们压着来。我怕把下面的都切坏了。哦。哇，这个难怪说您说要过年吃，这每次都要蒸那么一大一坨。哇，哎，是啊，对吧？哇，这很漂亮啊。再来呢，我们要从这边，哎。 一人吃这么一大块，不好意思吧？这真的是，这吃太大了。对了，不要了，太多了。威哥，我们要配醋，我们可以抱着啃呢。我们要配醋，我们家木瓜多，这超像没关系。这超像蜂蜜蛋糕。对啊，这是蜂蜜蛋糕啊，对啊。旁边还有，这是妈妈调的，对，另类的调味料。贴心的威哥，连工作人员都已经，而且切得很豪迈，很大块。妈妈就说：“哎，太大块啦！”没有啦，他不怕你吃啦，不惊你吃啦，来个吃，不惊你吃，对啦。我先吃原味再。先吃原味啦，先吃原味试试看，闻起来真的是以前过年那种桂味。有，嗯，吃下去才会，很特别，就会有木瓜香哦。它咸味比较多一点，因为木瓜本身有甜。嗯，那个口感有点像。 萝卜糕，没有它，但是后面木瓜的味道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这妈妈做的酱，是啊，私房酱哎。哦呦，哇，你这个酱蘸肉粽也很好哦。哇，好好吃啊！这个酱是你的菜，是我的菜啊。蒜味，蒜头啊，嗯，好香哦。哦，这个酱一绝。没有，其实多吃一点啊。讲句老实话，原味就很棒。对，对，这个早餐、午餐都很适合。 可以当便当哎，可以啊，很棒！谢谢学长，不客气啊，要不要再加点？谢谢威哥。其实我们吃个水果，你还是有饭后甜点，就是刚刚我们摘的那个黄的，对，木瓜。那这个应该就不建议沾那个，啊，不建议蒜头。水果不能沾，不要沾了。这是9成熟的，嗯，我抽一个 ，Q 哦，很 Q。基本上木瓜不要吃太烂的，对。 嗯，太软不好，而且要有口感，要吃有口感，有果香。对，哦，这好香哦。所以木瓜要吃的时候，你要先出力，按一下，它有弹起来的时候，刚刚好，这个时候刚好食用。哦，对啊，哇，很好。我怎么觉得这个我可以一直吃啊？我也可以。那没问题，吃了半颗木瓜也会饱啊。 我看样子这个乡长，第一个找到他学长，对啊，这个开头就很好哦，很猛嘞。后面对不对？如果要吃完，要问一下乡长，看他后面调的怎么样。对，乡长一定会帮你们调的很好。嗯，因为乡长带你们2个来，我也觉得很满意。哦，很满意啊。是啊，而且那要在乡长帮我们美言几句。木瓜园帮这么大的忙，木瓜贵又帮我制作。你不敢嫌呐？对了，你不敢嫌。学长教。下次有空一定要再来。当然一定要的，不是吧？ 你 OK 哦 ，OK， 好，可以去下一个挑战了。至少乡长看他调得如何。好，再次谢谢威哥，谢谢乡长一定帮你们调得很棒的。是啊，分一分好了。好，我们去找乡长啊，谢谢威哥。哇，这是来到曾文水库了吗？对啊，乡长。 把我们2个往这个曾文水库这边带，该不会是要我们去清淤泥吧？啊，不会那么残忍吧？想说我们要啊，可以游泳，天然游泳。没有，就是带你们来打工以外，也要让你们从水路去观赏我们的周围的一个环境。哇，很贴心的，带你们放松一下。所以真的是要下去游泳。哎，这边没错。哦，就是这个船。是是是。让你们了解我们曾文水库的特色。对。 哦，它其实，在水陆观光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元素。OK， 那打工之余，我们就是来去哈，让你们放松一点。好，没错。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坐上船，然后去体验曾文水库之美。来这边请，来这边。放风啊，真的放风，所以这种自然风会很舒服哈。对，而且又不会像海风这种让你偏头痛的感觉。因为海风有带点盐，这个没有，而且是凉意，它不会黏黏的。我们现在在右手边这边哈，对，山翻过去之后，它就是我那泡温泉关子岭。哦，有，我们去过关子岭，关子岭啊，哪里啊？现在要带你们去的是，等一下我要先带你们到飞鹰峡谷。 哦，然后去看老鹰，它以前哦在训练飞翔的地方哦，哦，然后它里面有很壮丽的景观，然后我再带你们去看听歌剧的山猪。哦，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在曾文水库的在对岸这边有一个山猪岛。对，那这些山猪它会听《帕瓦罗蒂的公主翠未眠》，只有这首歌。对，它听这个歌剧，它就会跑过来。 然后我们也会带你们到钓保证班的鱼，然后一定钓得到的啦，保证一定钓得到。对，然后钓到之后呢，让它回归在水面，老鹰会来跟你们互动、跳舞给你们。有，我们现在看旁边哈，你看它旁边不是有那个岩壁吗？对，如果满水位的时候，就是就淹到那个岩壁最上缘嘛。对，你看它现在有一个落差，对，它有一条线，有深层跟浅层，那这个是满水会到那边。哇，那蛮高的。是。 所以现在水位算蛮低的啦，哎，中文水库真的很漂亮。小时候我们的游泳就在这里啊，像这里面的鱼啊，鱼种应该也很多，对不对？有很多。水库就是大头鲢嘛。对。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吗？砂锅鱼头就是用大头鲢去做的。你这样讲的是晚上应该有机会吃大头鲢。有。哎呦！哎，水。其实我们的水产也是特丰富的哈，大头鲢。 曲腰鱼、那个梗鱼，哦，都没听过哎。章鱼，还是我们底栖的这个肉质很鲜美的笋壳鱼。哦，笋壳鱼是我知道。对，那我们等一下去钓乌尾鸫，还有鱼虎，它也是很凶猛的。是。对，鱼的物种非常的多。对啊，这么大的。对，淡水鱼啦，淡水鱼，对，这个吃不完，而且乡长真的是有求必应。 我们讲什么？他说 OK 啊，可以啊。乡长说了算，大方啊。对，你仔细看旁边那条线，你看我们现在在水下差不多有超过5公尺哦，不止啦。哦，这样有没有很高哎？涨潮的时候会到那边，对不对？现在它应该水位大概在30几趴而已啦。其实你在这边，你有稍微不注意，你可能会猴子这个是基本成员的。对。偶尔你就会看到像这个岩壁、峭壁，你会看到长鬃山羊。 哦，还是山羌，哦，还是这个龟鸡吧，哦，还是讲这种迄个啥，迄麝香猫，还是这种白面乌鼠，上面你都会看得到。所以这边的生态是很，它就是一个没有被破坏的一个地方，对，人工的东西是唯一人工就是50艘船，是。像我之前去乌山头水库的时候，他们也说尽量。 碰到旁边的东西就不要破坏它，是，让它保持它原来的样子，保持它的生态完整。对，你看这边有一个白马的头，马的头它是立体的，它的耳朵、眼睛，有，我刚一直在找哦，眼睛、鼻子，它那个眼睛有一个很大的眼球，中间还有个眼珠子，对，有哈。长鬃山羊它就很喜欢在这个峭壁上跑来跑去。它今天好像没有，哎，那这个可遇不可求。 对，而且山羊他们很厉害，他们怎么样都不会掉下来，再怎么抖，他们都可以这样。对啊，那天我才看到2只在吵架，然后就跑到水里，一只躲在水里，然后一只就是在上面一直调戏它。结果我们在靠近的，我有拍到影片哦，它那个影片，我们就在旁边看，它不怕我们，哎呦，但是它怕它的同伴，是，因为它被欺负了。但是你进来，那就叫飞鹰峡谷。 因为它这边有很好的这种气流，看到了，有一只老鹰啊，对。那其实这里面在满水的时候有一个秘境，有一个秘境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小鹰瀑布，小鹰瀑布就是小只老鹰，它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升器，小只老鹰在那边学飞的时候，对，那老鹰都会在这边盘旋，所以这里叫做飞鹰峡谷。老鹰教小鹰，对。哦，萨拉米啊，连杆跳舞，好像没有哦，那跳舞有一个回，但是它在有，对。我们现在到山猪岛了，然后他们会放歌剧，有我有看到一只，有一只啊，那很大哎。他现在要放歌剧，然后跟他们的首领跟他照会。山猪岛歌剧个放对 ，music， 那应该跟他们讲 ，come some abala music。 哎，真的，刚刚讲话我不敢。跑过一个人跑的。对啊，你会看到四面八方会诊过来，特别。有一些山猪，它听到这个歌剧高音的穿透力之后，它有时很用力跑，跑到这边有一些可能要超过半个小时。对，好来了没有啊？我们可以下去了吗 ？OK， 我们来可以来。有来了。其实我们现在。 哎呦，哇，好凶哦！真正的山猪哎，是。然后它生气的时候，鬃毛就跑起来了。它现在是生气的表现。哎，它就是哎。那我们现在要过去，这个我们全台湾唯一合法的一个钓鱼平台。对，乡长，我们等一下会弄啊，钓到了，会有这种感觉。会，一定的、啊，一定会。它从天上看下来，就是一只大鱼的感觉。哦，对，你们有设计过？有，当初有，它就用一只鱼的造型。是，期待了。钓起来哦。对。 对，这个是我们全台唯一合法的24小时的钓鱼平台。你好。一般来这边钓的话，它其实是24小时的哈。帐篷。来这边可以搭帐篷，直接睡到这里。啊，这鱼钓上来，它可以在后面煮。那我们今天来这边，我是要带你们来体验什么叫做钓鱼保证班。然后怎么跟老鹰来互动？好，好不好？好。那这边有钓客在钓鱼。对，来了，你看，马上看就知道是。哇 ，live 的。 这个叫取腰鱼，那一般钓到这个，他们都会放回去，因为这个还很小只。哦，对。像它这个是我们等一下钓的，这个叫欧龟档啊。这边这样钓完之后，鱼都可以带走。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边还有大尾的，看一下大哥的超大尾的怎么样？哎，啊大哥，啊你这些全部都要带回去。哇！我这个渔获，哎呦喂，真的是达人呢！哇！大哥，你这些你钓了多少时间？我钓了2、3天哦。 钓2、3天就哇，这个比较特别，这一条叫曲腰鱼，又叫总统鱼。哦，就是刚刚说的，对，他刚刚钓的小只，这个刚刚这么小只可以长到这么大只，让你们试验一下什么叫钓鱼保证。好，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哎，起来，钓到了。 要卷，钓到了！这是吗？钓到了！对，好，来手小心，手小心，不要被鱼钩勾到了。对，这有倒钩吗？而且我看到一次上面有好几个钩哎，要小心。来，我刚好就被勾到。哎，对，它回来就一点点，那还好。哦。 大哥也是，炫一下，钓到了，就跟你说钓到了嘛，对不对？好来，啊，开始掉下去了。掉了一桶了，对，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回去好不好？好，到吗？来，我来。是吗？肖总先示范一下什么？好放，还是不能丢太多。对，因为要给他们一点空间呢。好，老鹰来了，你看这是在加速，老鹰就来了，注意了。对，你看老鹰加速就是翅膀会拱起来。哦，来了，夜鹭已经来了，真的很快，夜鹭比较快，从哪里冒出来的？对啊，然后他们要吃了。 哇！你看，夜鹭就像直升机系统，对，它是100%啊，它是垂直升降。对啊，老鹰不行，老鹰像战斗机系统。可是我们要先让夜鹭来，老鹰它就会看到它领域被侵略了，就过来了，它就会call同伴过来，就会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大。对。那老鹰它不吃吗？吃啊，对。 我会远一点，对。但是为什么老鹰一直不过来？哎，阿星啊，哎，我肚子还有点饿，阿星。嘘，哎。哎，不可以啊！阿星啊！真的懂哎！哎，阿星啊！阿星啊！哎，不要阿星！喂。补充了，到光了，帅啊！哦，够了。那这边的老鹰，它其实都住在四面八方，是树林里面。对，代表说我们这边的环境它是没有被破坏。这是我们大埔乡的欧都纳度假村，也是我们乡内最优质的住宿的地方，算是赫赫有名的。对，那我今天要带你们来这边打工，好 ，OK， 顺便换宿，好不好？大家好，婉君姐好，大家好，那协理我们婉君姐就是我的表妹，没错，就是这样。婉君姐，我今天带一点兄弟来，要来跟你们打工。 顺便跟你们换个宿，可不可以？拜托了，婉君，太棒了，好不好？有这个机会，欢迎吗？对，欢迎大明星驾到！我是艺人陈汉典，我是艺人王纯怡，没错，欢迎。接下来就婉君姐这个就交给尽量用，好吗？又是尽量用了，你每次把我们丢在这边，要去忙公务，就说尽量用，用好用嘛，没问题的。 交给我们是乡长的水浒，因为我们是度假村啊，所以就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住宿的部分，一个是餐厅的部分啊。如果简单说住宿的部分的话，我们这里就是采低密度，我们把很大的空间都留给我们的好朋友来这边玩耍，就是隔很远嘛，是不是？对，比如说房间跟房间隔，对，没有错，够大，所以会有一大片的草坪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就是没有很突兀的。对，我们希望营造一个自然生态的现代化旅馆，是应该的。对，我们到餐厅去找我们的主厨。好的，你这边请，来这边请。刘主厨，我今天带了一点兄弟来，好，欢迎你们，坐好，欢迎。您现在处理，我现在在处理鱼腐。 哎，这个鱼虎本鱼，对，鱼虎本人，对，它是鱼，它这个大小是成鱼的大小，这个已经算是成鱼了，对，但是它还可以再大到20斤，甚至于再大一点点都有。那这个大概到10斤左右，10斤啊，对，10斤。你看一下它那个牙齿，有没有看到？蛮凶的感觉，它是很凶的。这个本来就是观赏鱼，它小的时候。 有金线条，哦，漂亮，是小时候长大以后变成这样子。哎呀，这小时了了，大不了一家，长大就歪掉，他这样的，他现在变怪物了，就歪掉，长大就歪掉，很多都是这样。哎，他就把它丢到水库里面，那就造成台湾中南部大部分的水库都是。然后它这种是不是也是繁殖的快？繁殖的快，对，都在水库里面。对，因为刚刚婉君姐说，我们来帮你做那个打虎。 英雄餐呐，可以教我，我来跟你学习一下。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虎虎生风。好，就这么虎虎生风，不怕虎。它是火龙果，对，有这种绿色的火龙果。不是，它是火龙果的花苞上面。火龙果花，对，因为火龙果是这个东西仙人掌的嘛，长得像仙人掌嘛，长在上面的花苞。等一下在切的时候啊，你不可以切到里面的肉。 这个我没有办法答应你，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尽量。会怕哦，会怕哦，再不听话。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喽！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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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